各位青春制作人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草莓妈妈的厨房时间。今天为大家主推的一道菜叫做扎一抻。由于这三个字实在是太难念了，相继的出现了很多错误的高仿食品，比如茶尾炭、茶一抻、扎尾炭等等等等，最后通通都变成了扎一针。生病的时候轻轻扎一针，说不准就会收获居家小能手扎一抻哦。所以呀，会扎针的不一定都是容嬷嬷，也有可能是温柔会照顾人的小厨娘哦。我承诺以后做好吃的甜点和草莓大福给大家吃，我承诺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起得比玄管还要早，然后把他们都唠叨起床。最后我承诺用相机记录在组里的生活，出组以后做一个 vlog 小频道，青春有我。青春制作人，和我一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维，在这里我要给扎一抻、冯若航和周林聪三位小姑娘打 call， 预祝他们在《青春有你二》中能有好的表现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石玉安心，在这里我要给冯若航、周林聪、扎一抻三位姐姐打 call， 预祝他们在《青春有你二》节目中以最好的状态取得最好的成绩，加油！